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第248页。见先哲于根强，这句话啊，有一种啊玄妙的色彩啊，就是见古圣先贤呢、在根和强啊上，这个根就是我们的梵根，就是古代的贤哲在自己的饭碗当中显现形象，或者在墙上显现形象。那大家一看，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但自古以来，无论是儒家还是佛教，确实就有这种现象啊。比如净土宗第四代祖师法照大师啊，他真的就在他这个钵里面显现五台山的情景，大圣竹林寺寺院，就现在饭碗里面。他有这个原因才从湖南衡山去到山西五台山去的啊，在大圣竹林寺见到文殊普贤啊。你看，在见这些圣哲在墙上啊，我们昨天去参拜斗帅寺啊，就在那个店里面，大家正在打观音漆，还真的就是6月19那一天，观世音菩萨现在墙上，大家都看到了啊。据说目击者说啊，那种形象维持了3分钟啊，所以这个园林老和尚就用他的生花妙笔呀、把那个观音像就给他画下来了啊，现在还有啊。所以你看，这就是谈感应咯啊。真的，我们的内心跟古圣先贤感应道交了，他就能现在面前啊。这是从事相上说来现啊。那还有一种，就是一种表法的，就好像孔子在《论语·卫灵公》里面啊，孔子教诫子张啊，说做一个君子要忠信笃敬啊，要做到这样的德性。这个忠信笃敬四个字啊，你站在那里，好像这四个字就在面前；你站在车上，好像这四个字就在你的车的横杆上，就是要念念不忘，如在眼前啊。所以这个见就有眼见的意思，也有心见的意思，内心心眼而见啊。所以总之就是内心无限的心目，而又身体力行啊，这样就能够或眼见或心见啊。所以这个根和强两个字啊，也不需要非拘泥，非得要在饭碗里面，在墙上见到。你如果像孔子说的，在眼面前而显现，在啊车上的横杆上显现，这也可以理解啊，也可以有这种情形。那见就是要念之在之，要忆念古圣的啊，往圣的先贤，他们的德业，他们的教训啊，那一往情深的去啊炫目，那就有可能有时候在梦中见啊。这个孔子讲，他原来曾经多次梦见周公啊，
孔子有在学音乐的时候，学一首音乐，虽然他的旋律、演奏都把握得住了，但还要继续学下去，就是他要把这首音乐的内在的精神品格要把它捕捉住。最后，这个孟子真的就在这音乐当中，深入深入，忽然脑海当中显现了一个面色离合面色很庄重，很有忧患意识的一个人现在面前，这个人就是文王。那这首曲子还真的是周文王所作的。那可见孔子他要学一种东西非常深入，基本上进入三昧状态，就显通，把文王的精神品格抓住了，文王的形象都显现出来了。那么古圣先贤的所垂教的道理，也是宇宙人生普遍的真理。这种真理是超越时空的。真理不是创造的，是发现的，既然远古有这种真理的发现，那么现在这种真理也是流行、活泼、具有生命力的，但这种都要用心去体会，这个不要仅仅执着在外边的事项，那体会这些古人的道理，就要破我执，孔子讲：“子绝嗣，勿意勿彼勿固勿我。”就是孔子他没有这四点毛病，就是要做到绝嗣，不要意气用事，不要必定是某个东西。不要去固执，不要去我执。实际上，这四句话跟佛理是非常接近的，如果你稍微成了一彼固我，那你就很难见到真理，也就很难见到往古的圣贤。这就像叶公好龙叶公只是这画这个龙，喜欢这个龙，但是他不知道真的有龙，而真龙一旦来了，他还害怕的赶紧躲起来，所以古圣先贤的道理，像尧、舜、禹、汤，就是唐尧、虞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颜回、曾子、孟子这些往古的圣贤，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这些圣贤的文章还在。这些文章就是他们内心的，所证悟的真理。这就像佛典，佛虽然不在了，但是佛的遗教还在。我们透过佛经，这个佛的法身舍利，就能够感悟佛心。我们通过佛经来念佛，来修行，也能见先哲于根强你比如智者大师读《法华经》，入法华三昧俨然就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山讲《法华经》的这一会，还在讲，俨然未闪。那就是在这三昧当中超越时空，那佛还没有涅槃呢。实际上，我们看的释迦牟尼佛涅槃，只是给我们这些业力凡夫的视线。释迦牟尼佛真实来说是没有涅槃的，
没有佛涅槃，没有涅槃佛呀，涅槃只是一个视线啊，但要深入到这样的一个定境，他才能了解这一点啊。比如我们啊，忆佛念佛，那也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呀，也能见佛啊。那这个世间，比如你得念佛三昧，就像慧远大师这样的，他也能够三次见阿弥陀佛呀。啊，刘一明啊，他也定中见到阿弥陀佛呀。啊，那我们认真的念，我们啊，这个最低限度临命终时也能见阿弥陀佛呀。有时候梦中也会有见阿弥陀佛的这种情形啊。这就是通过佛的遗教，我们依教奉行，感通到法界存在着这些古圣的贤哲的精神力量，就会见到啊。那么安世居士呢，他是对儒家是非常精通的啊，常常透过这些贤圣贤的遗文来研讨，读这些上古的典籍，确实能够神游千古，与这些啊圣人的精神对话啊，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精神智慧的境界啊。所以安世居士呢，常常对儒家的典籍网罗儒家的注解来阅读，来反复的沉思啊，参照以前先儒的议论，尤其是汉儒啊，汉代儒家的著述更能贴近这个原始儒家典籍的意思啊。如果这些以前先儒的意思如果跟啊我的意思相合，就啊常常的啊咏叹啊，这个读诵悠然神往，身体啊力行。如果觉得以前所著书的那些文句跟自己有啊有差异的地方啊，就常常把它写下来，提出自己的见解啊，来执着孔子先师啊。所以安世全书用三十年啊，安世居士用三十年的时间，曾经著过一篇止孔说啊，但这部书好像没有流通啊。那么这里他就啊，把那些自己的见解与先儒注解不同的见解啊，做了一个啊辨释啊。这里他就选了七则，七则意思呢，可能这些意思我们都觉得比较陌生啊，因为我们对很多儒家典籍诸多的注解都很少接触。不知道他们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啊。但这里看到孔氏三代初期啊，这可能有一些注解儒家典籍的，仅仅是看到李记的这句话，就以为孔子家族有三代都把妻子出马，出妻就是啊，由于妻子做得不好，就把他啊赶回娘家啊。但是这种说法按安世居士考证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出啊实际上是生的意思啊，这个以出代出生啊，这个并不是三世是初期啊，这里面有正妻有啊妾生的子女，他们在母亲啊去世之后，那么庶母所生的儿子对那个庶母去世就不需要有三年的守孝啊，他这里就是解释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个误认为孔氏三代啊
出妻来纳妾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是加以辩证。第二个是谈中恕之外无一贯，啊，就是悟到一以贯之是孔夫子一生本能书，之处。这种中恕之道是历来的圣人相传的心法啊，来讨论这个问题。第三个是讨论庸也可使难面，这是《论语》的一篇。庸就是孔子的一个学生，孔子说他可使难面，这个难面原来注解是说可以做人君，做天子诸侯，但这个安世居士认为这个难面不仅仅是说是可以做诸侯君子，一般来说就是当年有一个任命为官吏的都可以难面临民啊，可使难面就是使他可以做官吏来治理啊，这个啊行政的意思，不是说他要做诸侯天子。因为孔子他是非常重视一个礼仪精神的，这个虽然他的学生为人很厚重，有人君之度，但也绝对不可能僭越诸侯天子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孔子尊君故，不能理解为。庸可以做诸侯天子，应该理解为做一般的官员啊，是这个意思。好，执鞭之事，这就说富贵可求，虽执鞭之事，物都可为也。这个执鞭就是帮人赶开路执的那个鞭子。这个士不是那个士大夫的士，而是这个士和事情的士来相通啊。如果理解为知边知事，这个就错了乃至于最后一个谈扶摇之扶不是说这个扶是穿衣服的意思，这个扶是侍奉的意思，就是从事的意思，就是从事唐尧那个事情来解释这些。可见呢，这个圣贤的书里面所展示的道理是天下古今相通的所以古人著述他最后都说以事后之君子就是希望后人胜过前人阐述圣人的微言大义不能说你前面有一个理解，后人有所发明就不准去说这就有一个以一个以前的先儒就障碍天下后世的这种发明的言论呢，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佛经，你看我们佛经也是开放系统。佛经佛亲口所说固然非常重要，但佛的弟子还有天仙这些去说，只要跟佛的法印相应，都可以称为佛经你看六祖慧能的坛经它都能称为经所以这些我们就是见先则于根强，包含着要理解儒佛王古圣典的法义真实义这也是见先则于根强的重要内容好，请看下面。慎独之于前引，这就谈慎独问题这个就进一步谈得细微了修行最终是修我们当下这个心，自尽其意，贤邪沉沉。好，那这句话你看，慎独之于前引就是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读书这里选出两种情况，一个是你睡眠的时候你盖的是被子，你在被子之下睡，你面对着你的良明心质问你的念头你的行为。再就是你独自行走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你的影子啊。那要做到独行的时候对着你的影子你不惭愧，独卧的时候对着被子你不惭愧啊。所以能做到前隐不亏不羞愧的时候，才可以说你做到了慎独。好，那么谈到慎独知，这里面慎是谨慎的意思，独呢，独可以理解为独自一人，但这个理解还浅表了一些。进一步要这个独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良知，我们的明德。这个独就是啊，不以万法为侣的不二的那种自信，就叫独。它还不是孤独的意思，就是不以万法为侣啊，那种无依道人的那种本性。你如果独，你在没有人在场的时候，面对你这个与生俱来的这样的良知，这样的本性，你觉得问心无愧啊，能够面对自己的良知，而且你在独处的时候你谨慎这个良知不要违背，不要受污染，不能有残缺啊。那在这个层面去理解一个人，这就深信因果的一个内容了。举头三尺有神明，你看你还敢放肆吗？再进一步讲，与生俱来就有两个巨生神跟随我们，我们举心动念行为造作，巨生神一目了然。这时候你想到就凛然呢、啊、就要谨慎呢、啊。啊，所以这里就划分了君子和小人的差别。这个君子为什么能成为君子，就在于他深信因果啊，深信自己本具的明德佛性，不敢有稍微的亏欠，要恒顺自己的本性。所以他一定是要把这个明德显发出来的为己之学啊。那小人就不相信这些啊，所以他行为造作做的事都是自私自利，然后做的就是表面文章，虚假的一套啊。所以人他如果有志于这个不以万法为理的这个独这种明德，他一定会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啊。在别人不在场的时候，他都能够每时每刻防闲啊，闲邪沉沉啊。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为己之功，这个己不是自己的身体的己，就是自己的那个本性，那个明德，那个佛性，这个你修这个佛性的功夫就有疏缺和遗漏啊。所以这样你看这句话就意思很深微了，就是接上上句那句话，见先者于根强，还是从知见上去表达。那么这句话慎独知于前隐，就是把知见落实在行动当中，落实在你的举心动念行为造作当中啊。那么这句话就紧接着会引起下面的足而莫作众善奉行这样的一个
行为的总的纲领啊。所以这个独知或者叫知独，要知道有这个独啊，就不仅仅是谨慎而已了。要知道你前面的知见，见先者以根强，这就是一番功夫啊。就好像我们中门讲的，修行人但贵见地不贵行履，你首先见地要正确，要有正知正见啊，政治政见，但还要落实在行动当中，啊，啊，就落实在你的举心动念、行为造作当中。所以在你的慎独之前，你为了得到一个正确的见地，你得要，啊，这个学问之啊，审问思维之啊，辩论之啊，就得要闻思修的那个思慧，你得叫思。先要闻，闻就要去学，然后再来思啊，那把他的思维清楚了，就要修，修就是修行啊，就是你闻思解决之后，你就是独行了啊，就是落实在行动当中啊。所以这句话与上句话连起来，意思是很深邃的啊，功夫也是很细密的啊。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是文昌帝君自己修道有所得的诀窍口诀啊，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梦见到的啊。那么这样的修行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啊，默而治之啊。你只有在慎独到这个时候，你的心性才能清净啊，否则你做表面文章啊，那都是啊，不仅没有得到好处，可能还有灾祸啊。这一点大家可以看看于敬义欲造神迹啊，这个于敬义原来也就修行做点表面文章，最后搞得考了几十年考不取功名啊，几个子女呢啊死的死啊，自己的妻子啊也是啊瞎了眼睛啊，家里穷的是家徒四壁啊，这个越来越潦倒啊，就在于他表面文章做给别人看，内心深处都是那些贪嗔痴慢疑的念头啊。以后他明白这个道理，遇到灶神给他说他的这种因果的道理，他顿然从自尽其意开始，于尽意啊，动真格的啊，才改变命运啊。那么这个独知的时候和独知的境界，每个人都有啊。为什么现在讲每个人都有隐私？你为什么会有隐私？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但你自己知道啊。所以这个独知的识，独知的境界内涵，每个人各个不同。追求名的人有追求名的独知，追求利的人有追求利的独知啊，这个蛇有蛇道啊，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啊。但是这些世间上的所谓的知，都是心意识里面的，意识心里面的东西，都是一团漆黑的，茫茫然的，无明暗明的力量在驱动啊，不能让我们觉悟啊。这种他被一种无明力量推得走，他认为他有他的知啊，实际上啊，他是见不到本来的真相的。就好像鱼是见不到水的，
人呢，也是见不到那个尘呢。你看这个空间里面，你一看，这上面有什么呀？你会觉得什么都没有，看不到。殊不知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啊，比如说灰尘，满屋子都是灰尘，你看不到。但是如果一束阳光透过那个窗隙过来了，你透过那束阳光一看，哎呦，很多灰尘，是不是？好，外面的灰尘是这样，我们里面的念头也是这样。你说自己心里有什么？好像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这是由于你内心黑暗，不知道。如果你透过参禅，尤其是透过念佛、念佛或者止观，回光返照，你一看，哎呀，原来的念头里面啊，无量无边，啊，什么念头都有。但是，一般人没有这个修行的功夫是不了解的，所以人不能见到灰尘、微尘啊。那么，我们这个血肉之躯，这个肉眼见不到鬼道的众生啊。你说这个空间除了现在灰尘之外，实际上还有其他的生命，但其他的生命呢，我们是见不到的，因为我们是一个三维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么四维空间、五维空间、六维空间、 N 维空间的这些众生的生命形态，我们是见不到的。但肉眼见不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呀，啊，这就是我们认知上的一种啊盲点啊，或者这个狭隘性啊，这念力所感的情形是自然而然的情形啊。所以我们要回光返照，如果在黎明啊，早上你睡眠之后你坐起来啊，在那种啊清这个夜气清明之气，你静坐回光返照，要做像真子一样的悟日三省悟身，来反省自己。你反省自己，你就问一问自己啊，再问一问自己，这里提出十一点，这都是反省自己啊。试问自己在父母兄弟前能不能真正尽到孝悌这样的德行？这第一个问。第二问，自己在亲戚朋友之间能不能真的是以真诚心去对待人家啊，在一起同住同事的时候，能不能这种信任没有猜疑？第三，你问一问，真的是这个大量的钞票就在面前的时候，能不能真的是见利思义，思维能不能拿，合不合人意啊？不受人间的造孽的钱，你能不能拒绝造孽的钱啊？第四，你得问一下，在行走坐卧思维里面，你的念头当中有没有想到要报答天地父母之恩？第五，你得问一下，每天从早上到夜晚能不能在有一段时间发出利益他人这样的善念？第四，你再拷问一下自己，真的是美色现前，是不是流连忘返，盼望自己跟他亲热一下？第七，你拷问一下啊，看到他人啊，从这个名利得志的时候，
你自己有不有妒忌之心啊？第八，你思维一下，自己处在顺境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以谦卑的心来把那个傲慢的心给他降服住啊？不骄傲，不奢侈，能不能做到啊？第九，你拷问一下，是不是能不能啊，不欺负那些无依无靠啊、穷困的弱势人群啊？第十，你想一想，当美食佳肴现前的时候，你想没想到还有多少啊挨饿的、憔悴的人群？第十一，你再想想，见到贫穷人来乞讨的时候，啊，你能不能给他一点周济，而不存厌恶之心？啊，这都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待人接物，我们面对的一些有关道德伦理的这些东西，你逐一加以检点，才知道这里面我们是做得太不够了。我们这时候内心才有羞愧、内疚、不安的心产生出来。所以为什么要谈到独知？这个意思很深，独知就是独，就是正面明镜，你的自信这个现前了，你透过这个明镜来照一照自己原来都做得不及格，对自己的父母真的真诚的尽孝心有多少，对自己的朋友有多少真诚心啊？看到钱财马上贪婪的心就上来啊，看到美色马上这个啊淫欲的心就勃起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业力凡夫的通病了。但平时在这种毛病当中你还不察觉，只有透过一种修心养性，在业气清明的时候，内心比较宁静的时候，你反照下才知道自己是做得很不够的。为什么要升起惭愧之心？你真正有惭愧之心，还说明你有点进步。你在通身的毛病缺点当中还以为自己了不起，我是一个善人，我很亲近，我怎么怎么样，这都是啊，全身都是乌黑的，就没有办法了啊。所以独知，首先要知独才能独知啊，要建立一个新的参照系出来，我们的惭愧心才油然而生啊。所以这个慎独知以前引啊，这个功夫可不是一般的了，这要在细微的念头当中去拷问自己，你不能回避啊。这里你看见烈欣喜啊，看看卢佛的这些公案啊。宋代的理学家陈颐啊，陈景呐、啊，这个修心养性，大家都尊称为他明道先生。他少年的时候喜欢打猎，后来学习啊、儒家的心性之学，尤其后来见了周敦颐，就叫周濂溪写《爱莲说》的，啊，他的理学的创造跟东林寺常总禅师的启发有关系，啊，他也是住在庐山的。见到周敦颐，他就顿然除去自己打猎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不良行为。并且自认为从此以后就没有这个打猎的好药了。然而周敦颐就告诉他，
你这个真正要解决这样的毛病，谈何容易呀？只不过是你行事项上暂时做到而已，做到了而已。但你打猎的那一念杀心是还在潜伏着，潜伏着，一旦有一个机缘，又会萌动。这个打猎的杀心萌动，你的行为又会像原来一样，这周敦颐跟他说的。果然过了12年之后，这个陈景呢，偶尔有一次见到打猎的人，打猎的人他果然心里就有欢喜之心，看到打猎自己欢喜，才相信他的老师周敦颐讲的话是真实不妙的，这个《孟子》里面也讲"逢父打虎"，逢父原来就喜欢去捉老虎，以后学君子之道呢，他就觉得这个不好玩了，不能做这个事情，要道貌岸然了，结果过了多年之后，有一天他。发现有个老虎跟两个人正在对视，这个解决不了老虎的问题，别人就知道他原来打老虎很厉害，就说哎，冯富对你看看，都有你的业务来了，他一看他就把手子一撸就要下去，还是这个习气，一看情不自禁就要上去，所以这个戒杀放生。这是在善事当中，应该是比较容易做的事情，这个所以断除打猎，这是很粗浅的事情。以这个明道先生之贤德，又经过12年的学道，但是他心里面的杀机还没有断尽，所以这。举心动念，它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佛门当中那种言辞戒律、戒律精严，不仅事项上守戒，不仅初戒要持，甚至微细戒也像持重戒一样去持，举心动念都是戒德，那天神都会跟他顶礼的，所以古人曾经讲到，这个。读书10年呢，才把那个骄傲的这个"矜"字去掉。有个状元修道，他用了20年的修行，才把胸中的"状元"这两个字修掉。这是儒家修行的谈这个困难。然后你看佛门有个公案"偶动邪念"。这出在《高僧传》说有一位禅师研究禅理自己参禅也是道风高峻就认为自己水平了不起了就要求和尚护法五众的心法都有传人嘛怎么？朝洞中多少代多少代，他就希望这个和尚给他复这个法卷，这个和尚就不答应，不答应呢，这个禅师就有怨恨之意了，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水平这么高，你这个法卷都不传给我，这个和尚去世20年之后，这个禅师偶然在。行脚在一个这个溪边走过，就远远的看到河的对岸有一个女子在洗脚，在洗脚，他就动了一念，认为觉得这个女人的脚还蛮白的还蛮好看的蛮白，就这一念现出来，马上忽然看到和尚。就在他旁边了，厉声向他说："
说你这一念还能护祖师的衣钵吗？啊，这个禅师不觉深深惭愧，马上礼拜伏地忏悔呀。啊，那看从世俗来看，这不过是动那个念头啊，但是在戒律来说已经犯了淫戒哦。啊，这就对人的标准不一样哦。为什么呢？因为欲界六天呢、啊、我们是地居的世间上的人啊，在这个地居和欲界六天当中，福德越来越大的，他的淫欲的念头就越来越轻啊。我们这里在地居福德浅，业障重，所以这种淫欲非得要结婚啊，昏头昏脑啊，住在一个床上才解决问题啊。那到了这个啊化乐天的天人，就是相互看一看就解决了这个淫欲的问题，性紧张的问题啊。到了下面就是啊、听听与对方的笑声，哎、他就能解决问题。你到了他化自在天，你就是听听闻闻香气，这个欲念就会解决，还不需要去看。那到了下面道地天，他可能要拥抱一下才能解决性紧张问题，或者要握握手才能解决性紧张问题啊，或者男女对视啊解决性紧张问题，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达形式啊。所以为什么西方的哲学家柏拉图有个精神恋爱呀、啊？有时候他在精神意识当中恋爱呢，他就能解决性紧张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福报越来越浅，这个欲望就越来越重。你看畜生这方面的这个性欲的表达就显得更粗糙啊。你看一条母狗啊，赖不拉几的，但这几个公狗就在那里为了争这母狗打得头破血流啊，谁打赢了谁上去，而且公开就做那个事情，他已经就是业障重了啊。那人还知道做这个事情还要回避一下啊，还要隐蔽一下啊，为什么要有家呀，要有房子啊，也觉得不好意思，要在夜间来行事啊，所以这些邪的念头一动啊，就犯戒了，是这个意思啊。这不容易哦啊，但是你如果善的念头一动，它也有善神保护。这里第三个公案就谈到，你发心要持一个戒，马上天上的戒坛菩萨就下来保护你啊。所以你看，这个一个人能持五戒，就是有25个善神来保护；一个人自心念佛，就有25个菩萨来隐形保护啊。自心念佛，观音四字就隐形保护。这些可能啊，一般的人都觉得很难相信，但是从那种法界当中感通的道理来说，它是真实不虚的。我们请看下面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到了这里就是第三结构段，就是一个总结了啊。这两句就总收文之音之文全篇的啊一个结局啊。诸恶就是前面谈到一些邪淫呐、杀生呐、破坏桥梁坏人张家呀，这些坏恶事。众善就是前文所谈的那种宗主啊、孝亲啊、敬兄啊、信友啊这些事情啊。莫作就是禁制之词，不能去作啊。奉行就是劝勉之意啊，鼓励你去做。这两句话啊，这个阿难尊者也曾经说过，在阿含经里面啊，或者是文昌帝君啊，是依据这样的经文啊来写，也未可知啊。
那着属莫作众善奉行这两句话好像很多人都能说啊，说多呢往往比较麻木啊，好像意识平平，但是这种啊，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啊，深者见深，浅者见浅，这两句话深不可测哟，啊，就好像读这个《中庸》啊啊，读《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果都读《大学》之道，啊，那个小孩子口中也读《大学》之道。啊，那曾子口中也说大学之道，同样是这四个字，但那个儿童所见的和曾子所见的道理，那是有天壤之别。啊，就好像佛经比喻，都是过这个河，但这个河有三兽过河，兔子过河，兔子游它也游过去了，啊，这个。马过河，哎，这个马也过去了，啊，大象过河，啊，大象也过去了。虽然过河都是一样，但它的浅深就不一样了。兔子过河比较浅，马就比较深一点，那大象过的就更深，脚踏泥巴过去，啊，相向过河，截流而过，啊。所以这两句话也是一样啊。着莫作众善奉行，你的理解有浅深。这里谈一个公案啊，这个在啊很远很远的王谷的结束，有一位善信菩萨，生在无佛法的时代啊，无佛法时代就等于是，比如我们啊，再过啊几千年之后啊，十岁。平均十岁，也就是大概六千年之后就没有佛法了。啊，他无佛法的时代就寻求正法，啊，非常恳切。但由于没有佛法，谁也不能告诉他佛法在什么地方。这里面也是他至诚的去感通虚空当中的护法神，就告诉他啊。在离这个地方啊，